男人要 sport 包剪套，嘿嘿。那 NFT 官长很早就说要出了嘛，也上了新闻嘛。那我现在跟大家讲，馆，阿管的 NFT 首发哦，会有一百个馆长图案哦。那我的 NFT 会是全台湾最不一样的 NFT，大家听听看。哦，外面 NFT 你买到就这样子的嘛？ 阿管的 AFT 的概念是这样哦，这个这个哦，概念是这样概念呐，是这样哦，大家听听看，它不是虚拟的，我把它变成实体的。那这个东西呢，它是竞标，我到时候会有一百个图案，大家去竞标，标到了之后，我们会对我们会确认嘛，我们的我们的那个币商他会确认。 无论你标了多少钱，我想夸张一点，我不知道了，十万吧，一个，一个，一个十万吧，哦，十万吧，哦，我们会直接，哦，直接要你的会员，你一定是我的会员嘛 n o t o r i o u s 会员嘛，对不对？我们会直接听清楚了，直接帮你 n o t o r i o u s 里面的你的购物金增加十万，比如讲你 NFT 花了十万。 你买了阿管的一个竞标，到最后你是拿十万，或是五万呐、啊？我不知道多少钱，搞不好没人要五千。我们会把同等值的跟台币一比一的东西储值到我的官方网站里面去。你不但买到一个 NFT，你还可以利用这个购物金买你我们所有商品里面升值的商品都可以买，所以等同它对，而且你未来还可以去，未来还可以去卖给别人。 那卖给别人之后，我们就没有，我们就送第一波而已。卖给别让别人买走的话，我们就没有了、喔，就第一波，第一波的人才有。哦，那当然，A F A F T 它是一个炒作啦，就是我阿管赚什么，我要赚手续费而已，我要赚你们之后啦，第一波我赚不到了，之后因为我们中间还有币商什么要抽成。 之后就是你们卖给第二个人，中间他有一个十趴手续费，那个是他管的，我就是赚这个而已啊。十趴手续费啊，我是赚这个，就是你第二卖的时候我才有赚的。第一卖，讲难听一点，就好像你去买光买东西而已，有没有赚？有啦，就是赚变成然后卖东西啊，不是卖 FT 啊。对啦，哦，那是只有一百个。 有这个机会，那 NFT 一定很多人买嘛。我先讲外面现在 NFT 怎么炒作，我不就想谁的啦？因为反正每个艺人都是这样子，我就不讲谁的了啦，大家都一样。我也劝大家啦，哦，我在那边算是劝世了。最后我们讲这个主题，讲完了我要去开会。现在外面的 NFT，他要先放消息，我是某某大明星，好、哦，沦落到你们要去买的时候。 不好意思了，他前面已经过了好几手了，就好像买股票的概念哦。我今天我要管他出股票，我身边的亲朋朋友要先卖给我嘛，先卖给我，大家都要第一手。现在 NFT 也是一样，中间的 b 商好朋友们，他们就是要炒一波，先把价钱提到最高，然后再给你们一般的人去接手。所以你们到接手的时候，可能过了两三轮了，就好像预售屋的概念，预售屋。 投资客都先炒完了，才轮到你了。现在 NFT 这种是这样子，而且但是 NFT 为什么我跟你讲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出？因为几乎我出去外面问，你们刚才去外面看，现在每一个网红，我那个昨天我跟酷炫聊，每一个明星，甚至大企业，甚至 FB、YouTube，他们都要搞这个，叫元宇宙啦。 哦，那跟 n F T 结合，它越来越红了。我不出不行，每一个网红都在出了，越来越多人在出了。我我自己我自己好兄弟杜文泽，他最近也出了一堆，哦、他赚了蛮多钱。我看他好像赚了蛮多钱那势必这个东西变成说 N F T 一大堆人在出，所以我也要出。但是我出了，我觉得阿管毕竟是阿管嘛，毕竟是阿管嘛，所以我们出的要跟别人不一样，要跟别人不一样。 哦，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所以我就是有一个电商在支撑，所以其实你还是变相的在买我的商品而已啦，只是你多一个 NFT 的东西，可以它是保值啊。那我跟大家讲，你认为不保值哦、喔？我个人现在撂下狠话了，我真的跟大家讲，当大家目标都是一致的时候，这个 NFT 真的会有它的价值，你们不要觉得它没有价值。 因为我看了这么多人，为什么大家都要出？外国也通丝毫没有退烧，它真的是越炒越夸张，就越炒越夸张啊！就像比特币、以太币，哦，区块链，它这个东西越来越夸张了，最近越来越夸张了。你记不记得我好像三四个月前说我要出，结果新闻还把我报上去，因那时候很多。 很多管臭啊，我知道了，管粉啦，都在下面说，哎呀，这个这个东西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尊重，但是真的，现在三四个月之后，越来越夸张，越来越红，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夸张了，哎、欸，真的越来越夸张了。所以这种东西，对，就像聊天室里面讲的，哎、欸，然后越来越多人做，对，越来越多人做，好不好？ 反正我也势必要出了，哦，我也势必要出了，但是就是我们上这些有在卖啊，好像好像我忘记了是上个月、上上个月、上上个月的款。<coughs> 反正这个东西就是 NFT 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哦、我先跟大家讲我们的操作手法，好不好？操作手法，那首发就是一百个。 然后会不会二发？我们看一发的情况哦。首发如果不错，我们才会有第二发。首发妈鸡巴诶干娘嘞、啊，不获胜我们就不玩了。首发不错就会有二发嘛，我就会有二发嘛，好不好？我就不是割韭菜哦，我先讲哦。我们是你可以出值的，有实际东西在拿的，不是不是那个啦。我们就是有电商支持啦。那别人是你买的就是一个。 就是炒作嘛，就是等于买股票嘛，这样想就好了。